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，复工复产呈现出有序推进、积极向好的态势。全国除湖北外的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 95%， 企业人员平均复岗率约为 80%， 中小企业开工率已达到了 60% 左右，但还面临着人流物流不畅、中小企业现金流短缺、防疫物资不足、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、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不高等问题。同时，国际疫情的蔓延也对我国复工复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